三中国小学第十年了后，再度推出舒心联合美展，为幼稚园甲老师的作品，拢总会使伫即摆联合美展看到。学校即摆再度举办，就是希望予舒心有一个展示成果的机会。三中国小美术教室即马推出校内舒心联合美展，因为过去无美术的专任老师，所以学校已经有十年无办过美展。这次就有这款的活动，让舒心可以展现成果。我们觉得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在各方面的才艺，尤其艺文方面的学习都有长足的进步，所以我们结合我们的艺文老师、吉恩老师，还有我们的老师的专长，我们举办了这一学期的学生的艺术美展，包括从幼儿园一二年级到六年级，然后包括我们的老师的作品都在这边展出。因为一般在我们学校参加体育团队的小朋友有体育团队的比赛，参加音乐团队的小朋友音乐团队的比赛，艺文方面的小朋友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艺的机会，所以办这次的师生联合美展。这摆除了展示幼稚园到六年级学生的创作，学校嘛特别安排和老师到阵参加展出，和有各种艺术专业老师，嘛会使有一个分享的机会。我们学校有很多老师有艺术才华，然后苏宇老师，然后我们的那个摄影还有海艺老师。那我自己是自己有在进行创作，然后办个展，然后校长非常好，就是给大家这个空间跟机会，然后举办这个美术展览这样子。目前内上，学校嘛特别邀请学校的各个社团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，和这场学校难得再度举办的活动，充满无同的艺术气氛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，三重采访报道。